这个充电宝充的电也充的差不多了，我昨天买的那个东西。坏了没有啊？不管了，吃了。不对不对，那先给小老弟们先吃。那十点半了，现在起床了。还外面下雨呢，那下雨也得起啊。哎，有个雨衣，10块钱买的。嗯。这个鞋垫昨天湿的，我靠，我不知道干了没有。嗯，有点上头。每天跑去十指精进，真是服了。这只也有点上头，你不带我你不带。洗漱一下，收拾东西走了。骑了50多天了，兄弟们，觉得这个身材怎么样？该说不说的 ，nice。准备收拾好了啊，兄弟们，把衣给穿上吧。啊，兄弟们准备走了，去退房。哦，早点吃的，吃上一次就可以跑路了。我靠，兄弟们，你看这个雨，刚刚出门下那么大的雨，我也是服了。看看前面路上有没有什么吃的，顺便躲一下雨吧，它下太大了。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，拉动了微风飘摇。我们行进寒冬，经过这里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，走完苍老的石桥，感到潮湿的味道。啊，兄弟们骑了5-6公里啊，到这个什么右所镇了。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嘛，我靠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扛不住了。唉，这个雨下的我真是服了，那老牛搞了个肥肠盖饭，兄弟们，18块钱，吃上一次。还行，啊，这个的，满分十分，打个7.8分吧。干完了，干完了，吃吧，吃吧，吃饱喝足了，兄弟们。
今天要到那个洱爷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营，感觉就在山上，知道吧？哎，这边也是啊。哎，休息一下，兄弟们，脚都发白了，被泡的，好像这个是湿的。没事啊。嗯，都湿透了。好上头啊，这个味道。哎，完了，又开始下雨。前面右转洱岩县城啊，前面是剑川。啊，现在这个雨下的呢。咱们去县城找个露营点吧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个雨下的呀，我真是服了。然后刚刚借了100块钱，给你们看看。100块钱啊，不多。我看别的主播都是捐几万或者几百万的，咱们没钱，只能捐100块钱，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吧啊，兄弟们。然后咱们再找个露营点吧。找了个50块钱的公共卫生间，无法洗漱。50块钱啊，兄弟们，找起。咱们导航过去吧。导航开始。今日雷阵雨，出门记得带伞。大概3公里不到一点，到这。啊，兄弟们，到露营点了。嗯，蛮不错的一个县城啊，兄弟们。主要是这里还有个捷安特，我看捷安特专卖店。嗯，看看就行了。嗯，买不起，根本买不起。啊，兄弟们，天正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唉，嗯，还行啊，该说不说。该说不说的确实可以啊，兄弟。还有这个床挺白的，这光线有点那个，这个玻璃有问题啊，所以说。床显得比较那个密啊，其实很白的，啊，性价比蛮高的。还有个盆，还有个椅子，哦，还有电视机呢，啊，非常古典啊，兄弟。还有水，美滋滋，美滋滋，兄弟们，房间也蛮大的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是吧？还能看到马路边呢。嘿嘿嘿，嗯，综合而言是吧，性价比蛮高的。满分10分的话，能打一个6.8分嘛，是吧？如果有个厕所的话，能打啊7.5分啊。但是没有啊，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没有厕所，不可以洗澡，上厕所要到2楼或者到4楼去上。嗯。啊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